小朋友好，我们这节课呢，画地瓜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薯，准备几种颜色，红色、紫色、黄色和灰色。好，我们先用红色来画，主要还是在涂颜色上，因为我们用它和我们曾经画过的土豆稍微有点不一样。红薯呢，它的两边啊稍微有点尖。红薯是根，土豆啊是茎啊。以后小朋友们学生物时候就会知道了，它两种东西不太一样。它是上面也有一些坑，然后呢，它里面外皮是红色的，里面呢是黄色的。我们涂颜色。红薯就是地瓜，我们就画好了。这节课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